好的，Hello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，这个什么呢？作业点评课啊，作业点评课，每次作业点评课其实还都挺重要的啊，都挺重要的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这个，大家可以这个，首先呢，我们的作业点评课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这个，目的的。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更清楚、更明白，明白什么呢？清楚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明白的就是，能够让大家这个，更加了解自己现在呢所处在一个什么这个问题上，或者说，让大家的这个感受更加的明显。啊，不至于就是说，咱们学了那么久，不知道自己在哪个阶段，也不知道这个，自己的这个方向它是否正确，这项都不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状态。好，准备好的同学给我扣个一。准备好的同学啊，给我扣个一。什么准备好了呢？那么就是，首先呢，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人不多，是吧？那么人不多，其实也有人不多的好处啊，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啊。人不多呢，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讨论中来。那么这个讨论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声乐上的这个，对声乐的一个看法吧。那么同学们现在就是学了这么久了，就是有没有感觉这个歌唱它？学习声乐哈，还仅仅就是唱歌吗？还仅仅就是把歌唱好听吗？是不是？其实会发现声乐其实引出了无限的这个魅力，以及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咱们今天啊，目前为止9个人，我们还是从最下面往上看啊，最先进来的咱们先找他的作业，然后听完以后说完以后讲解完以后告诉他怎么做，对吧？好，那么今天第一个来的最早的同学呢是知足常乐同学啊，知足常乐同学，所以呢，可以这个一会儿这个，不是一会儿啊，我们开始找。知足常乐同学啊，第13节课有没有交作业？来找一下啊，应该是有的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。好，我们刚刚已经听完了啊，来，这个同学们可以先评价一下，你们先评价一下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？它分别有哪些好的地方，以及最重要的是它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啊？好的地方呢，咱们可以学习啊，不好的地方呢，咱们一定要规避，以及告诉他如何去进步。来，你们觉得他怎么样？都可以说啊，畅所欲言，这个没关系的啊，每个人都可以，做自己的老师。每个人呢，也许在某一方面也能够做啊别人的老师，好吧？有人要说吗？今天晚上的这个正式课啊，这个大家别忘了啊，今天有正式课的，有个地方跑掉了啊，确实不止一个地方跑掉了啊。其实我之前啊一直给这个知足常乐说过，我其实一直给知足常乐说，就是他唱歌呢，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问题呢？他有个习惯就是，他可能是因为对这个歌不是很熟啊，然后可能听了几遍，感觉自己学会了，其实呢
啊，他没有学会，他没有学会，然后呢，就导致这个，有些地方就自己也不是跑调啊，他直接就是自己编啊，这就很厉害了啊，这种另外一外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编，对吧？这但是呢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啊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习惯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在平时的这个歌唱的这个，在平时的这个歌唱的时候，我们就尽量能够这个去规避掉，这样我们能够能不犯的错误，咱们尽量不要犯。大家呢，会不会大家听我的声音有没有滋滋滋的响声？我学的好了啊，没事，继续走啊。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其实我们都不谈什么技术啊，不谈什么气息，不谈什么感情等等，啊，对吧？我们首先就是我们的节奏跟音准一定要是对的，听清楚了啊，每个同学都是一样。你的声音再华丽，你的声音再漂亮，然后你唱的音不对，第一你没有尊重这个作曲家，第二呢你没有尊重自己，对吧？把好好的一个歌，你把它给改了。其实，一个歌它摆在那里，它就有它应有的这个难点。那么有的时候老师给选歌呢，也是看中了它的这个旋律，看中了那个难点。结果你把这个音乐一改，你就规避掉了很多的这个，辜负掉了很多的这个老师啊，或者说是这个歌曲能够带给你的东西。听明白了吗？所以呢，首先不要改，第二一定要多听几遍。把它彻底学会了，再交作业，啊，这个作业一直都可以交的呀，所以大家没必要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它交上去。如果自己都觉得自己做的是不够好的话，完全是可以，晚几天再交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你晚几天再交，我还是会给它批改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听清楚了啊，就是，啊，是吧？放下来，啊。阿罗密欧呗，克雷的表妹，现在的狼鬼学的口啊，这种感觉。阿罗密欧呗，克雷的表妹，现在的狼鬼学的口，明白吧？所以说，同学们。从这个，就能发现啊，其实这个一定啊，我们要把这个音唱准。这个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要求呢，挂在你后面每一次交作业的这个份上，明白了吗？挂在后面你每一次交作业的这个份上，一定是这样的啊，不可能就是每次就是，哎，我自己改一个，哎，这有个高音，我把它改低一点，对吧？那就没意义，那就没意义了。好的，其他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声音呢也还可以，还明亮啊。那当然器械的话，还是先，我觉得还是先，你先把这个音唱准，后面的事儿我们再来说，好吧？OK，明白了吧？自助勺的同学，接下来是浓萃方啊，浓萃方。没交作业没关系啊，这个有时间还可以再交，好吧？好，那就让他去。首先呢，这个音不是很准，它是哆咪嗦哆嗦咪哆，是这样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们听我的声音，这个有没有电流声，同学们？这第一点啊。第二点就是啊，你现在的声音太白了，哎哎，对吧？你是哎哎，太白了，喉咙打开放下来，啊，把它吸开，啊。放下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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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样的一样去咬字，你这个地方不放下来不打开，啊，首先喉头放下来，然后呢，喉头不光往下放啊，喉头在两边可以，你要感觉到，气开的感觉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农翠芳同学，这样呢，你的声音它才能松下来，但你现在是哎呀哎呀呀，讲话呀，哎，来打开，哎呀哎呀呀，哎呀哎呀呀。听明白没，同学们？明白了啊，OK，好，接着走啊，今天说不定啊，会提前下课也说不定啊。接下来是呢，天路音乐啊，天路音乐，再来。还凑合。啊，听到这个声音啊，这声音我觉得打开了一点点，但是还完全不够。啊，你现在是，大概是这样。甚至更浅，哎呀，倒不是太白，就是整个感觉这个腰腹部的力量没有用上。你把这个再吸下来一点，是吧？一吸气，我感觉喉咙就是打开的，这样的声音，它是有共鸣的呀！大家听这样的声音，是不是感觉它共鸣更好？觉得共鸣更好的同学给我扣个一。来，觉得共鸣更好的同学给我扣个一啊！开始打招呼了啊！没有人说话吗？啊，这你打开呀！打开一定要全部打开。感觉下巴掉了呀！哎，我的下巴呢？这样的一种感觉，这样的感觉，多少这样的一种感觉去唱歌，啊，保持你的低喉位，啊，你只要保持你的低喉位，你才可能真正的去进步啊，不然那都是昙花一现。好，接下来是元妮博尔。打开牙关，下颌放下来，用食指顶住下巴。啊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！下颌放下来，好的，你们用怎么？食指你们觉得顶刚住刚这下个怎么巴。样？啊，来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刚刚这个，可以都说一下啊。啊，没上就后面再交吧，没关系啊。这个没上课就一定别交作业啊，别千万不要说，哎呀，我没上课，我先交作业，那有啥意义呢？课都没上。啊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啊，大家觉得波尔刚刚这个怎么样？来，等你们大家都说一下啊。
挺好的。他这个啊，来我说一下，他这个我说一下啊，就是，他这个其实声带啊，有一点点哑，啊，哑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没有完全放下来，啊，声带还是有点白，白白的，啊，这个地方没放下来，让它下来，吸下来。放下来，就是说你要更多的接上你的胸声，而不是你的口腔，哎呀哎呀，那就哑了。放下来，吸下来，我都放下来，然后两边走，我听着他，这种感觉啊，一直要去找这样的感觉去唱，明白了吗？伯尼同学，博尔同学，动舌头啊，咬字一定要靠舌头的这个位置，给他把这个字呢给咬出来，或者说靠这个字呢把它给做出来啊，不然都是一切都白扯啊。你不要很多同学他会以一种方式的感觉去改变这个啊说话的口型，你看就是他会咬字，他会偏硬，但是啊哎这么咬那就完了啊。就可以了。这种感觉，听明白了吗？这个不好的同学，千万不要用嘴巴去咬字，啊，里面打开的，你用舌头去把这个字做出来，或者说吐出来，啊，听懂了同学扣一个一。那我们再考虑一好，波尔同学明白了吗？行，我们接着往后走。行哥啊，行哥同学有作业吗？行哥，行哥在哪呢？行哥交了哪条作业？行哥在哪条里面交了作业？告诉我。第十二节，不对，十二节没有你交的作业，没有看到有。你是不是在14节里交的？行啊，在这。报应这泪痕的交给那旅行的水，何时流到你无让它弹动你心弦，报应这泪痕。首先啊，你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声音非常的不积极，听着甚至犯困啊，太懒了啊！你稍微就算是艺术歌曲，就算是这个《阳春白雪》，也至少要有劲儿啊，对吧？打开喉咙，放下来啊！打开喉咙，放下来。报应这泪痕的，对吧？
喉咙打开放下来。啊，迎着泪痕的肩，交给那旅行的水。来吧，来，是流到你无边。让它弹动你的心弦。听懂了吧？喉咙打开放下来，直接放在这咬字，松开就咬，迎着泪痕的肩。这样才有用，啊，不是这个，打开以后，迎着还是没劲，这就有气势了吧？听懂了吗？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想把这个上次的这个歌曲啊，再听一下。那这个歌曲，听一下啊，我们先听一下，整个的打开流动起来，用不着急。听里面都是怎么唱的。知道了吧？我们需要的是这种，相较来讲啊，比较流动的这种声音，啊，一定要流动起来，不流动不行。还是没学会放下来。我教你一招啊，这个放下来了，不光是喉头放下来，喉头放下来，你感觉喉头两边啊也在往旁两旁让，也是放开，这种感觉。你做到这种感觉，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个，它是打开的。那刚刚这位女歌手，为什么觉得好听呢？因为她整个的都并不在喉咙上啊，她在气上，她喉咙是完全处在一个打开的情况下，然后再去做的音乐。好，
听懂同学扣个一啊，多去听这种唱得好的这种声音的流动啊，也许你能悟到一点。段倩在哪节课呢？段倩在第六节课里。唱支山歌给党听，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，母亲只剩了我。唱支山歌给党听，好，怎么样？唱支山歌给好，其实同学们都有一个这个，作业不着急啊，你慢慢补都没关系啊。同学们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打开完全是不够的。唱支山歌，提着的，啊，喉咙都是提着的，吸下来，带个呜的感觉。窗啊，吸下来，打开。吸下来，窗啊，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，对吧？来比母亲。母亲只剩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，对吧？你看，你的声音虽然很亮，但是属于那种你的本嗓的亮，就是你的条件啊，或者说是。啊，挤出来的量，那我的声音呢，没有那么亮，但是还是松弛。就你先要做到这个松弛，再去追求明亮。明白的同学扣一。枫叶，接下来是。枫叶在哪一个？最近都没有交作业，好吧，那我们换一个人，燕双飞同学。来，今天练习的曲目是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，母亲只剩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。你看这个呢，虽然有注意这个今天啊台，但是呢，
大家其实都很少有同学能够真正的去放下来，放下来是指这个歌唱的时候喉头放低，喉头放低，但不是放的最低啊，不一定放最低，气息放，其实喉头放低，气息就会下来。吸开以后放下来，喉头在这吧，对吧？吸开。放下来，胸腔就打开了，横膈膜也扩张了，你看这个。是这样的一个低喉位，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武器，武器。至少你要先放下来，是这个意思，听懂了吗？燕双飞，包括所有的同学，来，枫叶同学，你说一下这个前面几节课教了，前面几节课你指的是第几节课呢？第四节课。找到了啊，对，听懂了以后就可以先找啊，我教大家找一找啊，先吸气。很惊讶的感觉，那嘴巴不要横着咧啊，不要这么吸，竖着吸，一吸就是这样，放下来，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明白了吗？你看这样的音量。跟唱支是不是比这个唱支山歌要大得多？快来，唱支。是不是这样的音量要大得多？大家听得到吗？能感受得到吗？感受得到的扣个一啊！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听下枫叶。浩伟老师第四节课，开口音以闭口音转换。第一条，阿母音转一母音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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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。第二条，乌转啊，乌啊，乌啊，浩伟老师第四节课。开口音以闭口音转换，来，我们第来一说一条，下啊。阿母其音实他的这转。个打开还行，还凑合。他说啊，是吧？这个咬字有一些问题啊。你像啊，对吧？竖着张嘴，竖着吸气，先张嘴啊，看着啊，三二一，走。接下来。再来一次。在这个地方去唱啊，舌头这边放下来，找到这个感觉吸气，明白了吗？就是你不要去哎咦，要搞咬死了。先要有这个状态，
轻轻的去用舌头啊，把这个一扑出来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去咬死它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我觉得你先改这个。OK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枫叶，诗画同学。改忘了嗓子疼没关系啊，那就后面再交作业，没关系的。诗画同学，来，诗画同学告诉我你最近的作业在哪？我在这儿啊，来听一下。哎呀来说一下这个诗画同学的问题啊，这个问题其实很典型啊，就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。如果说普通人听会觉得，哎，还行啊，有模有样的，是吧？要啥有啥啊，高音也上去了，然后呢，低音也还唱的还挺亮的，但是呢，还是打开的不够啊，千万不要变成白的啊，我们要竖的啊，竖的，还有这个高音的时候，千万别往上提，你就有点往上提。哎，提起来了，no，对吧？千万不要往上提呀，提它干啥？听懂了吗？啊，师范同学能听懂吗？大家能听懂吗？哎呦，哎，提起来了。放下来，离开，离开，一碰就走，明白了吧？好的，换一个啊，李佩佩，哎，李佩佩是谁啊？李佩佩有这个什么？有这个作业吗？我好像没看到过。我还没看到过，这个是哪个同学？大家可以说一下吗？放下来，必须得放下来呀，不放下来咋唱啊？对吧？一定要放下来啊！喉头是必须得放下来的，血管。啊，那我们不管他了啊，是学完老师吗？啊，好的，啊，能退房我们刚刚已经点过了。好，沈秋梅同学，学完老师也来了啊。这个也是一样啊，有点往前推，你这感觉是哎呀，哎，往前推着的，哎，一推就白了，一推就红就关了，我说了还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低喉位，大家要习惯这样，可能刚开始会难受啊，一定要放下来，哎呀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要叹气，哎呀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放下来！哎呀呀！这样一种感觉。这样把自己唱通了。
这样你才是对的。啊，它的里面去咬字，舌头去换字，这样会更好，好吧，春秋梅同学。OK，那么今天呢，提前完成任务，好吧？接下来给大家一些时间，啊，大家一些时间，我们可以这个聊一聊，啊，聊一聊这个大家生源上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这个好好的解释一下。刚刚排练结束，沈秋梅同学是参加什么合唱团还是什么吗？嗯，参加什么合唱团是吗？刚好赶上啊！来，同学们，轮到你们这个答疑环节了啊！给大家一个答疑环节，正好还有几分钟时间。这个需要你下次再交个作业了，我要给你听一下才知道了，明白吗？接下来啊，肯定是会有不习惯的感觉的。一定要放下来，这种感觉，一定要放下来啊！你说话真的放下来以后，你感觉说话都不一样了，听到了吗？这种感觉，是吧？一定要放下来，跳舞的，嗯，能歌善舞，不错啊，很好，能歌善舞嘛，嗯。不来，放下来，啊，一定要放下来。来，继续，还有同学有问题吗？还有同学有问题吗？其实这个半下午啊，其实你看4、5点，其实我感觉，哎，是比较累的时候啊。哎，这个时间，这个上这个，大家记得啊，今天晚上还有这个正式课的啊，别忘了，都相互转告一下，千万别这个忘了。如果说忘了的话呢，就不太好。对吧？对刚刚的几个问题呢，大家可以聊啊，可以这个多聊。就是唱阿米的人，感觉就像一张到未来的压喉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压喉，你吸下来没？其实张嘴是其次，先吸下来，喉头先吸下来。感觉压喉，我好像心里的好像没有，你跟实话一样，枫叶也有这样的问题吗？那你就把嘴巴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这个下巴没有完全放下来，再放下来一点，啊，再放下来一点，完全放下来，啊，完全放下来。后头是必须放下来的，明白了吗？不要去追求声音啊！因为你喉咙提起来了，啊，因为你这个可能放下来，哎，音高一高，这里没控制住，哎，提上去了，一提上去音量就会响，明白了吧？
怎么要写下来？呼吸，靠你的呼吸，整个胸腔、腹腔拉紧。下巴松掉啊，大家可以平时多做这样的动作。多做这样的动作，啊，跟下巴毫无关系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啊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只有放下来才有出路。我现在其实建议大家，就是你先放下来，你先别管笑肌，笑肌，要不要抬是最后再抬，但是我们先把它放下来，稳定住，最后再抬笑肌。但我们现在呢，先不要去管那么多，先把它放下来，明白了吗？我要让你放笑抬笑肌，然后又要让你放下来，我觉得有点难，所以说大家可以这个一样来，好不好？可以一个一个来。好的，还有同学有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先到这儿，然后咱们晚上再见，怎么样？有问题的话继续问啊。松下巴，松牙关，都松。对，竖着呀，就要竖着，又要竖着。我说了呀，我需要听到你的声音，下次你交个作业。我具体跟你说，好不好？天伦音乐同学，天伦音乐明白了吗？你下次交个作业，今天晚上你交个作业，啊，也不是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上完课，啊，那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非要锻炼身体，这个没有直接关系，这个没有直接关系。这个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如果你力量非常弱的话啊，非常弱的话，那可能还是需要这个，会感觉有点累。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讲都不会。OK，那么咱们今天先就这样，然后咱们晚上见，各位同学们。拜拜，拜拜，各位，不客气啊，不客气，天伦音乐，晚上见。